大家好，我叫宋亚轩，今年11岁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亚轩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亚轩。好，我是现在马上就想吃到冰淇淋的，让我很没有安全感的宋亚轩。到自己脸很瘦的宋亚轩。好，我是宋亚轩。其实音乐这个东东，其实在我音乐世界里，它就属于我的秘密宝藏，只属于我一个。成长就像是魔咒，一转眼就不同了。人生就像是花火，瞬间最美的都闪过，最难的都过了，最难忘的忘了，还剩下什么？哦，最坚强的臂膀，最后一点希望，是你的呼喊。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为什么放弃？你就像大树一样，成全了我所有的梦，每一次都提醒我，每一次受伤的我别难过，这些你都经历过看过，我是你的结果，树荫下的我就要飞走，看着我走得从容，以后想写自己的歌，做自己的歌，然后唱也唱自己的歌，虽然路演也可以，我就是喜欢在那种舞台上的感觉，在观众面前表演的感觉。